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下一位追梦歌手。那一下，哇，我感觉他要升起来了。大家好，我叫黄霄云，今年19岁，来自专业学院读大二。你是学什么专业的？我是学声乐歌剧系的。啊，要考进这个学校很不容易。我是贵州人，然后我12岁的时候从贵州考到了那个北京去读高中。当时为了去考这个音乐学院附中，我呢就坐12个小时的车到我们的贵阳去学习声乐，然后每周的周末。我心里有一种冲动，你知道吗？我想认识你。因为我本身也是玩流行音乐的，但我也喜欢各种古典的音乐类型。姐姐老师，我也想认识你。JJ 老师在今年不小心手滑赞了我一条微博。啊，是一条什么样的微博？说说内容。一条海豚音的微博。啊，你那个视频表演的是什么海豚音啊？可以表演给我们看吗？啊，现场点赞。就一段。点赞，绝对不是手滑，绝对不是手滑啊！你有被投诉过吗？你在有啊，经常。哎呦，相同的经历。我也想要认识你。那你同样是海豚，你听懂他刚刚说什么了吗？啊？亮颖，用你们自己特有的语言回复他一下。Oh!
哎，我听懂刚刚他们的对话了。啊，这么厉害，翻译一下。他们对话就是说，哎，你厉害，你厉害，不是，不是，你比较厉害，你真的比我厉害。然后到 JJ 这里就是说，你们别吵了，我觉得你们都厉害。好，接下来马上进入到我们 Vivo 非凡金曲榜。我们首先来看第一首歌曲是，哦，暖暖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首。还没有暖上一分钟就凉凉了。叠字，叠字，暖暖凉凉，哦，生生，天天。我来看第三首歌曲。Baby， 大家仔细听。Baby， 好，结束了，就整首歌只有四秒钟。Baby， 就还没来得及张嘴，他已经结束了。这个很好发挥啊。这个对，就重新写一首。非常好发挥。对啊。第四首，来，请看。给给，给给啊，给给。这个更好听啊。这是一年的一首新歌。现在我们就要有请我们的萧云和开始合体。开始。听。好，选定的歌曲是。给给给给。然后限定词是姐姐。姐姐。好，来，我们一起来看限定词是。导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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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导演。我想导戏。有个梦想。想当导演的。专业的。有个梦想。如果是这个关键词的话，胡导，你该怎么样来导这出戏呢？胡导，就胡导。萧云，你心中最想讨教的那位老师是？是。谭维维老师。三小时倒计时开始。导演，这怎么导啊？我们从歌出发，对，你先听一下歌，你先听歌。他那个一出来我就不行。路途中拉你一把的人。他其实歌词交代的非常清楚，他有一句写的是给一个伟岸如山但是默默为你求着别人的，就像我们父母一样。我妈就干过一件这样事儿，我当时要读川音，我妈背着我去跟那个老师，就是这么大一碗酒到了之后跟他喝完的，我是很大了才知道这件事，只有自己的父母才会做这种事。为爱如山，为了你悄悄求着别人。我们有没有这种可能，说拍一个用影像表现的小片，然后最后音乐唱起来，然后我们在舞台上打个比方，又有一个小朋友或者老人出现，就是把它构成一个更完整的一个故事。为什么是小朋友跟老人？敞开心扉来说的话，可能对于我的父母也好，对于我的奶奶，我总是觉得我没有陪在他们身边，挺遗憾的，就给予他们的太少。找一个老人来代表你，我所有的，对，那个，比如说你的奶奶、父亲妈妈或者母亲，对。OK， 我觉得你现在已经有了很多想法，怎么了？我建议你把它都先列出来，因为时间也很有限。哇，准备的这个房间啊，能不能请灯光老师帮我布一下光什么的？请坐，请坐，何老师。写了一个家书，我是希望快速的剪辑出来，作为我们前面的一个小片一样。对，是这样。掌声有请追梦歌手王萧云。好美。裙子